红军演唱会寻晚尾场，为了俾啲惊喜大家，佢喺台上变身啦，化身做古罗马战士，劲歌热舞。连场歌舞，台下观众都睇到好投入。咦，呢位观众咁熟口面嘅，你咪系同 Hubert 好 friend 嘅蔡思贝？佢仲同大家一齐挥动着咗灯嘅手机，帮朋友仔打气。睇佢几投入啊！好朋友特别有 feel， 明嘅明嘅。两场演唱会圆满结束 ，Hubert 出嚟同一大班好友大合照，见 Sisley 只系掩护喺人群之中，同 Hubert 隔咗两个身位。大家俾個 like 好嘛？之後 Hubert 分批同嘉賓合照，同天宇仲攬埋一嚿，好 enjoy 咁喎。終於到主角出場啦，不過都係要揾埋陳曉華，唔通想分散下注意？冇用嘅，大家點會放過大好時機？世紀一刻即將出現。可唔可以兩個啦嘛？强劲的臂弯紧紧搭住美人的香肩，大家的笑容是不是特别有爱呢？今天真完了 show 之后，很多朋友都揽住你影相啦。系啊，会唔会系同 Sisley 嗰张最有感受呢？我觉得同每一个都有感受，特别是好似头先 Grace 志文龙妈嗰啲，因为我哋真的一起同打成长啊！最感动的是他哋每一位都真的好等我开心咯。咁我都很开心，系我好像都冇令大家失望。呢晚最突破的会不会是台上的爆机演出？都是露了上半身，都不是很准的。是的，那我觉得最重要是可以露下半身啊，你的意思是不行。是的，就变成了伤害大家的眼球，还有现场很多小朋友的，我们不可以这样的。对于 Sisley 专程来支持自己， Hubert 你有什么要说啊？我不知道他今天會來，其實我知道他昨天是買了飛來的專登，因為本身我都問他是否留 artist 位給你，他說、哎、你不要留給我，因為他要開工，他不知道他的 schedule 怎樣，他不想浪費了 artist 位、他反而就自己無論如何都買了，用真金白買了張飛先，如果他來到就來啦，來不到他都覺得應該要支持，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。